那他们这里吧，我这里钱就算大概都是给我老婆去不差的，晓得吧？叔叔给我的，叔叔帮我切下呢。哎，叔叔给我切的，给我怎么都用不了吧？到底叔叔给我啥下面的三个的配比呢？给我三百个平均值，三个的配比平均，那三个的配呢？然后这三个给他就突击突动，你把他别让他抓呢？那第二就，点把给别听着抓就啥呢？第一给我老些的激情。啊，点把给别点的钱别的，给他看啥别的，给完这不的，他甚至他们家的忙活呢。俺到了这就什么啥的，肯定是这啥呢？叔叔给我急啥？这甚至他们家的钱都我，这甚至他们家的钱都我把他点的穷，俺偏远就用不了了吧？这样甚至他们家的钱都我，俺这样我把他点的穷，偏远就通，这样甚至他们家的钱都我，俺到了，告诉一句，我了太麻烦了不起，甚至呢太麻烦了些。俺就我得了呀，他们别把是吧？我接下不研究啥呢？俺就甚至他们的我他们那边过了土气，俺开始说的这，那不是我学习用的意思嘞？这研究啥呢？这就是在这里功夫写的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子，如来应正等觉，无上法王，以佛入世，欲以正法教化众生，先布深云，迷佛法界，随其越狱，为现不同。所谓为众生现生身云，为诸众毁为众生现化身云，毁为众生现立慈身云，毁为众生现色身云，毁为众生现相好身云，毁为众生现福德深云，毁为众生现智慧深云，毁为众生现助力不可坏深云。前头所讲的云雨风雷啊，人雷锋人，那是比喻，比喻形容着雷有雷神，风有风神，雨有雨神。嗯，这个在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到，我们因为这是这个，人科学讲啊，是自然的大爷，自然的现象。我们看这下雨，没看见龙王来指挥，也没看见神来指挥，因为这个是
不能理解的。因为用这个风雨云雷来形容着佛的说法，这喻啊，用这个比喻来显法。但是这个比喻我们都没办法进入。风神、雨神、雷神，这些神呢属于化现的普遍的意思。我们只能用大意来讲，大意来讲啊。下雨，此地下雨，咱们五台山下雨，太原都不见得下雨，石家庄也不见得下雨。那我们要是把它作为普遍性，普遍性啊，这个上我们这是现在我们黄安江讲的是四大部洲乃至于大千世界，那这五种现象，云电雷风雨，我把这个大意呀、以它跟佛所出现世间相似现象，只能做到这样子，显示来显示。说如来法王，以佛入世，以佛入世就上头所讲的云电雷风雨，以佛入世就用佛所的身所现的身跟云合，跟雨合，跟风合，跟雷合，形容什么呢？说如来法王要出现于世时候，这出现品啊，他以他的教法，以他的教授来教化众生，来教化众生的时候先不深，叫云彩呀、叫空中起了云，云就知道要下雨，也有云没有下雨的时候，咱们前头讲了啊，有云的形式，云的时候说有云，有云就知道会能下雨。佛的身呢就像云一样的进虚空偏法界，那么云有时候像是咱们现在没有云，天气晴的时候，佛的身也入世，有时候见，有时候不见，有时候现，有时候不现，迷仿的似的。说如来出现于世间呢，以这个正法来教化众生。这为什么提到正法啊？正是对着邪说的，对着邪说的。邪就是不正，像我们说讲的外道啊，那就是不正。正法呢，能令众生脱离苦海，均沾利益，都能得到好处。佛出现世间，但是没跟我们说具体事实，我们那具体的事实啊，这里都缺乏缘，缺乏缘。缺乏什么缘呢？佛是出现于世正法教化众生，那众生得跟佛有缘。就是云彩虚空遍满不匀，并不是下所有云彩说此地下彼地没下，也是这样意思，佛说法也是这样意思，也得有因缘。好像是佛所的法，咱们经常知道吧，
说八万四千法门嘛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法门很多很多，但是你哪一法有缘呢？要见要不见，要闻要不闻，这里头是一个缘的意思。这个形容词呢，就是佛本来是普遍的平等的，但是教化众生，众生的缘不同，感不同，所以现的就不同了。所谓为众生现生身云，生身呢，有时候是愿身，愿身，佛在斗率天，少龙佛的位，降生的人间，现生，是现身啊。这就是一个缘，对，佛佛都现身斗在天，斗在天，这个天呢，它分内外，别天不同，斗在天的内院就是现在弥勒菩萨所住的，一般的这个娑婆世界大千世界时候，佛现身时候，大多数现在斗率天宫，从斗率天宫示现人间，但是呢，是佛是为众生而现的身云，这个现身呢，就为了众生。前头的云和佛的身，对，但是这个下雨，龙王布雨的时候，他也是那缘说的，对，也不是说一下子说整个四大部洲都下雨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实也是这样子，佛出现世间说法，佛是普遍的，没有简单，没有分别，下雨也是普遍的，行云布也是普遍的意思，但是缘不同，是让这空中的气候不同，就有差异了，说佛为众生现利子身，现色身，现相好，现福德，现智慧，现助力不同不坏，这是形容的佛的实力了，形容说了，给众生现无边的神云，无为是四无所谓，一般的这些个说前头都讲过的，说这些个寄诵啊叫重诵，重诵是说在长行说完了，再用计算体算再说一道，就是重复的，这本来在前文长行的文字都讲过的了，总言之是为众生现法界深云，这是总别不同，前头是别，总说佛现身就像空中的云一样的，是法界深云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佛的现身，那不现身，因为有见者有不见者，就是雨吧云吧，此地有云，他原不见得有，那佛的是现在印度降生，但是法流传到中国，佛的身并没有到中国来，那后来来的是他的像，但是法流到中国了，那法身遍满，那就是佛身，法即是身，身即是法，那但是云有覆盖的意思，法身，那佛呢
所有的教化呢，佛现在这么多身，也是一个覆盖众生，覆盖的含义了。要你能得到一处，得到佛的加持，这是总说啊，那身云呐、啊，那雷呀、啊，那雨呀、啊，那电呐、啊，现在以下分别说，一个拿佛的身跟电合，跟电合，前头的呢，佛的身跟云合，这一下是跟电合，佛子，这是普贤菩萨说啊，普贤菩萨跟在会这些个十一地的菩萨啊，如来以是入世等无量神云，普法十方一切世界。如是等就是法界身啊，前头说的是法界身，现法界身云嘛，云合于法身，法身普法一切世界。怎么经常的呀，读到经上说法身遍一切世界，法里头必须是妄，妄而必须化，那依缘而现身的，那众生所有的药欲不同，要不同，就像那个电光光明一样的，视现种种光明，视现种种的电光，随众生他所耐药的差别，视现种种的光明电光。咱们知道现在咱们用的这个电，你还得有设备啊，那都叫缘呢，那佛跟我们说法，我们得有那个解的，有那个缘呢，那佛示现的种种不同，并一步步一定都是佛身呢，人显的。是吧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是以电合啊，佛的法身现是处，法身与电光合啊，都是光明电光，这有十种用光明电光来合佛的法身啊，还有光明无所不至，电任何地方都有无所不至，但是你得有设备，电得有设备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你打开开关电来了，您把关上关了就没有了，无所不至。那佛降生了，你得跟佛有缘呢，没缘不来。那么呢，这些光明都有名字，这十种啊就说名字，给这光明定名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叫什么呢？无所不至。再一个光，电光就无所不至。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叫明无边光明。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入佛秘密法。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影显光明。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光明照耀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入无尽陀罗尼门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正念不赖，正念不乱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究竟不坏，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随顺住取，毁为众生现光明电光，明满一切愿，皆令欢喜。佛的法身跟电光合，电光合。佛的法身呢，就是通达光明，无所谓，无畏，顾名思义呀、啊。
这个没什么解释的啊，没什么解释的。嗯，这光明啊，光明是无所不至。你有缘了就接受到光明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你得有设备，电是满的，嗯，没设备嘛还是不行的。是光明的电光的光明名字有这些个名字，名里头含着就有一理，嗯，这是佛山河啊，和这个电光啊。云电啊，第三个是雷，打雷的雷啊，雷那种佛的三昧和的雷声，嗯啊，我三昧呢经常说是正定啊、正受啊、陀罗尼啊犯你的原因了，嗯，三昧一般就是正定，就是定力的意思啊，跟雷声合啊。佛子如来应正等觉，现入是无量光明电光仪，现无量光明电光仪，佛随众生心之所要，出生无量三昧雷声。三昧雷声，嗯，就是三昧和雷合一了，啊，那雷形容着佛的三昧，啊，所谓善觉智，三昧雷声，嗯，这个定的名字叫善觉智，嗯。跟雷声一样，跟雷声一样，雷声一震，你睡觉就跟震醒了。嗯，说我们遇难一震，佛像雷一样的一震，啊，就跟你说法呀，说法，你开悟了，入了三昧了。而这个叫善觉智三昧的雷声，这个雷声啊不是一般的，是善觉智三昧，嗯，就是震众生的愚昧痴难，雷有不同，雷有不同啊，或者春夏秋，冬天没有雷啊，春夏秋这三界的雷声各个雷不同，各个雷不同，嗯，啊，秋天要打雷，那虫子啊，一切的那个小动物啊，它就藏起来了。打雷知道了，这季节呀，啊，不同了，嗯，就像你入三昧一样的，形容什么呢？是住那莫做，不要做一切那事了，嗯。春天的雷，现在的时候啊，搁这都要过了啊。春天的雷，嗯，是开发的、开蒙的，啊，植物用春雷一震，它渐渐就发芽了，嗯，那精致的一些虫子也要打雷，啊，雷声就震动，它就苏醒了，苏醒了，嗯。就含义呀，啊，说众生这个愚昧当中开发众生的三昧，嗯，让你众生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，就开发就发生功德的意思，这都是形容词，说雷声啊来比喻的，嗯，啊，那很简单，就是佛的智慧，三昧和雷声形容和。形容三昧的，嗯，启发你三昧，嗯，第四也大风和，风和什么呢？风和佛的智慧，佛子啊，如来的身云中，出入世等，
无量差别的三昧。什么是如来身呢？那骗法界了啊！如来的身运，能够产生无量的三昧，三昧啊，这是雷关系，雷震动，雷震动，雷就是一个圆，这个圆，如来的身圆，除了等无量差别三昧的雷声，雷声，那众生还在那昏暗当中。闻着佛的这闻着这种雷声了啊，精子嘛，一些种子啊都睡醒叫惊醒了，这就叫冬藏之后到春雷一震啊，他苏醒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。说迷昧很久了，经着佛的法音一震动苏醒了啊，在这个时候佛将将法语，法语佛说法，有时佛是以语言说法，有时佛现瑞相，现瑞相，现瑞相说法，好多经上，好多经论上啊，每封经佛没说法，先现光明，现各种光明。每一个光明都有名词，因为什么呢？每一个光明有一个光明的作用。咱们听的那个雷啊，雷有几种，没有，咱没在这个没有研究。雷有时很爆炸的，它里头一种精快，还成善，奖励善的发怒。咱一般雷是在天上打吧，我遇见一次雷在地上打，从德阳，我在四川，从德阳打的雷，连着地面打，打到廖平，德阳县属廖平40华里，也没在天宫，你们说这个雷就在德阳那个沿着那一条那个水差滚滚哦，也过去了，很快，但是这一滚不要紧，沿着那个沿着这条河，这条河的鱼啊，两难般的草啊，或者在这是地上的操作的农民呢、我们那事儿，那是挖那个土啊，挖土的烧窑啊，做砖的，那这得和这个雷过去，在德阳打到廖平是好了，这个是两边的周围的东西都死了，都死了，不论人呢、畜生啊、水里头的鱼啊，这都河里的鱼啊，都反正都死了。那大家跟着非常奇怪呀，说这雷是在天上打，然后打到在地下来了，打地还不算，好像专门杀这些众生似的，遇难的不少，我那时候当时离这个地雷着雷走的时候只有1华里，雷过的路线1华里，没有死，没有受灾害，而羊子牛人乃至水里的鱼全死了，那是这些事儿，似乎好像是很怪异啊，很奇怪啊，这么现在讲的点一点不怪啊，你说这个你相信不相信呢？有神没有神呢？那为什么这一带的所有这里头众生，路上的、水里的、人畜，乃至一些庄稼，全部死了，就形容着雷云都入世，有没有人管理的呢？没人管理，他怎么会这里来发生这么一个情况呢？
所以说，讲讲法语，显现瑞相。